所有嘢，即係你慢慢睇，所有嘢人、大地、萬物，都係上帝所做嘅。OK？所有權力都源出上帝啦，所以嗱，上帝一章到28節到最後嗰度，嗱之前仲有所有嘢都係上帝創造啦，呢個宇宙啊、大地啊、萬物啊、人啊、人，而且人係按照佢嘅形象做，呢個好緊要添啊，陣間再講。上帝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，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且地，要人治理且這地啊。上帝要佢創造人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裡嘅魚、空中嘅鳥和地上各樣行動嘅活物，即係管理所有萬物。OK，所以所有嘅權力，地上所有嘅權力嘅根源係嚟自上帝。OK，如果你信即係先信就係咁樣講啦，但係即係我分享一個。